虽然台湾疫情警戒从三级降为二级，但是边境封闭、八大停业，还有餐饮内用的限制条件都还没有解除，观光餐饮市场短期来看客源断流，而且防疫成本倍增，固定成本再降有限，因此经营压力非常大，断粮退场的商家还是会持续增加。